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各位客家的乡亲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四年前哦，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广告，可能大家还记得，请很多啊这个人民民众啊在讲，那广告是什么呢？说做不好就下台，不要浪费四年了。现在看起来蛮有道理的。我们大家现场再来讲讲看，马英九这三年多来做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啊，做不好就下台啊！下台对不对？下台对不对？啊，有人问我啊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”啊，我被他打败，记得特别清楚啊。那当然有人这样讲，有人说啊，他昨天有道歉啊，哦，他有承认不对啦，让他再做四年呢。哦，我们总统府不是感化院呢，不是感化院哦，做不好就下台嘛，还要再做四年。有人说啊，让他学习啊，我们总统府也不是研究所啦，对不对？因为马英九做不好，主要是能力不好，无能啊，无能没药医啊，对不对？再做四年害了我们，委屈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下台最好，有没有道理啊？这无能不是我讲而已，我当然很早就讲他无能了哦，那他就骂我，我、哦、很多电台说我讲无能是暗示，是开黄腔哦，奇怪，无能怎么会开黄腔呢？哦，我们打那个电脑 Google 去查，查马英九无能，出来148万多笔了。你看这个是大家都看法是差不多哦。现在宋楚瑜也在讲，亲民党也在讲，危机解密，连王金平。国民党的都讲说马英九无能啊，所以你说台湾没有共识，说台湾南立没有共识，统独没有共识，但马英九无能有共识啦。但是我们讲他无能哦，他掌握了哦，掌握足侪资源啦，哦，电视啦，媒体啦，哦，大家讲啊，你咱都。会掉啊！马英九哪有法度？马英九即马满意度、支持度只有33.5、33.5、33.5的县长、市长、总统，理论上拢袂掉啦，无法度连任啦。那133个县里面，哪连任的？但是伊有一部方法会当连任的，买票哦，啊，买票也是当年有的啦，哦。哦，这买票不是咱那个糟蹋咯，哦，这三年外来，什么补选啦、议员啦、乡长啦、代表，40几个买票，判决无效，判决无效，99%拢国民党诶，国民党会靠买票啊买啊，伊最近将全国、全国抓坏人第一名的检察长，何罪？行太糟。掉到金门啊，你看他是要抓慧贤还是要保护买票啊？他要抓慧贤，应该第一名的跟他留在台湾才本岛才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这个就是大家都认为他要买票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他还有一个抹黑、造谣，你看看最近大概公都比较中立的《远见》杂志民调中心突然关闭。那个主持人戴先生突然辞职，哎，比较公正的离开了，比较公正的民调公司关起来了，再来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要做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过来就是抹黑了。啊，伟光啊，谢长廷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久病成良医，被他四年前被他打了，现在知道啊？四年前我在选总统。他讲说高捷是弊案，
因为我高雄建设还不错，哦，水尾你们变改你们无捷运做改捷运的，进出细温爱河清气，他没有办法讲，他说每一件都贪污，讲我十六件贪污了，十六件啦，啊，这样算完啊，满天全金条无半条，无个一件成立了。他说、欸、还你公道啊，现在没有起诉你啊，落选那边还我公道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他骗，对不对啊？他讲蔡英文讲苏家杰，我们同工不弃，就是要支持蔡英文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发现哦，这个吴思瑶是失言，台北市那个文鲁线比较像弊案，比较像弊案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动不动就停车，哦，动不动就这帮人都要走的铁轨，高雄捷运从来没有啊。但是我好糟蹋啊，糟蹋过哪里呀？哦，啊，佮讲我什么吴敦义的录音带，讲的是我做的啦。好、哦，我两个人去电视在选举中间，逐天加修理。啊，即卖呢，迄两个人拢伪证罪起诉，违证，两个拢起诉，啊，两个拢判罪，一个拢判一年两个月。你看，拢假啊，假都好赢去啊哩。所以讲我了白啊。哦，讲我是国民党派来跟我同意算的啦，你有看这单这逻辑？你看我有起笑无起笑？哦，啊，即嘛去伫法院啊，最近拢去法院，讲拢无影，拢无影。伊讲用调查局的处长讲的，调查局处长讲，伫法院安怎讲？讲邱毅乱讲，好小夸大安尼啦，就骂邱毅啦，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因的部署哦。啊，所以我特别来遮，就是讲。去有拍家人知影倒位爱听，我看这个风势就知影国民党要过来啊啦，要过来。所以咱要团结，咱人真多，咱小英自由会精神要收起来，咱来保咱的人才，保蔡英文哦，蔡英文老爸客家，老母好乐，阿嬷是原住民，是咱族群同胞代表，对不对啊？蔡英文有能力啊！马英九没有能力啊，我们要选一个有能力的蔡英文，对不对啊？蔡英文为咱基层啊，为中小企业啊，为劳工啊，为农民啊，为家庭主妇啊，为社会公道啊，咱支持蔡英文来争取社会正义，好不好？大家会当团结啊，喂，会当劳动完啊，喂。年轻的刚拍出来喂啊，拍出来喂啊，都弄来瞄嘛，好像那个亲戚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全国竞选总部的总指挥谢院长，感谢他。